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1号、今天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的是大跌了，因此各个板块的表现呢就是熟晒水了，好的板块呢即是升的板块呢只是有少部分的，其他主要都是跌的了，那都不用怎么说这样板块问题了，没什么太特别的东西可以留意。那我们现在再跟着要看的呢就是那个的是恒生指数，